第39题，在惰性气体中含量最多，且常用来防止金属在高温时与氧反应，此气体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背过，惰性气体中含量最多的是氩气，它是我们空气含量中的含量第三位的气体。同时，氩气又用来防止金属在高温时与氧作用反应氧化。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，此气体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氩，氩气。